我现在离开敦化去延吉的路上了，现在呢是坐动车，票价是35块钱，时间呢是40分钟就到延吉了。拍一下动车的内部设施，然后呢还是往这边拍吧。从敦化到延吉呢是途经一个站，是叫安图站。西还有鹤岗那边了，我还想去抚远的，就是中国。市区呢还是有一点的距离哦，因为高铁站嘛，它都是离市区有点远的。我现在到延吉了，下车了。延吉呢是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州府，这里写的是延边人民欢迎您。好，那现在呢我要出站了。
这里是文明健康，有你有我。好，这是我的密码箱。这一趟车的始发站是大连，终点站是珲春，这边也是这样子的。那些呢是朝鲜族服装的雕像。这里写的字呢，全部都是用两种文字的哦，一种是朝鲜族文字，还有一个是汉字来写的，蛮有特色的。现在出到站外了，但是我不知道该往哪边走哦。我看一下，这里是我要去市区里面，离得有点远，等一下再慢慢找一下吧。这里就是延吉高铁站的外观了，它写的是延吉客运站的。然后呢，我把镜头再还回去，我们就结束了本期的视频了。今天有点热哦，到这里太阳好大呀。然后呢，这里离市区有点远，等下呢我要坐车去市区里面。好，那本期视频呢就拍到这里了，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了，拜拜啦。现在到延吉的市区了，天也马上黑了。